来，行，到头顶上哈、哦，把两手分开，那个大背金刚哈，一个是咧百会穴遐哈，有小小则是哦，呼，左吸右呼，这个概念一定要出来哈、哦，行，基本的哈、哦，呼，手叫我滴。我先不吼，然后我重心转过来，重心靠你的腰力，靠你的腰杆转过来，呼，那个蔡慧没错，你手放下去，那个脚要起来，脚有一直行，呼过来，呼过去，哈，你手举落去，脚是直的，行。你念错了，你重心太错，你的重心，呼，来，无心划船，来，把两手在下腹这边交叉，来做交叉吸的动作，吸到哪里嘞？我们把手放在头顶，然后对耳朵旁边放下来，呼，那个观念哦，上吸下呼要知道，吸。到耳朵旁边放下来，啊、哦，这样训练你的哦关节，啊、哦，你的肩膀、手肘，呼，再来伸展哦，咱后天做伸展的问题就解决哦，是，唔爱靠食药啊，吼，脑筋动一下哦，6次啊、哦。下几遍啊？你有记啊无？这个要均匀缓慢哈、哦，不是一下子快，一下子慢，但是要坐姿的动作哈、哦，行，治疗5时间最有效的，来，做爸爸，这个手，右边一点，这边交叉，行，往前，往前。行，拉拉这样子，然后呼的时候，后面手翻，前面手翻，倒来，呼，哦，专门治疗哈、哦，5时间打电脑的哈、哦，上班族的也很多酸痛哈、哦，来，变，倒来，呼，手球筋头前手一定要紧，头前筋你莫放水水哦，行。行，放轻松哈，行，有的人手酸，感觉还做袂落来，但就是你的毛病足多吼，你若无做会愈严重吼，咱愈坐会吼，退化愈严重，来。无心划船，来，我有讲过，来手看后边，后面一点，然后从后面举上来，举到你的头顶这边，好、哦，呼，吸，眼睛看上来哈、哦，不是仰头哦，眼睛直接看上来就好了，呼，吸，做到手到，好、哦。眼到心到哈，呼，吸，呼，有没有气？几次了？吸，没有气，呼，这个是一样6次，好，我们这再2次，吸。为什么我叫你们要休？稍微记一下，脑筋动一下，让这免疫力退化。哦，运动的人减缓哈，脑筋退化，哦，筋骨的退化，知道吗？